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 B 组第五轮的比赛直播。今天非常荣幸能和刘晶老师一起和大家分享这盘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也很高兴和杨毅能首次配合为大家讲解。今天对局的双方是孟泰林对许家阳，这两位呢都是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围棋界啊，忠诚的。就是中间其实的顶尖高手，我觉得是啊，尤其今天那个孟泰林呢和杨毅呢还是有非常深厚的关系。我们说请杨毅，因为孟泰林呢是杨毅的先生，那么呢今天杨毅来为孟泰林来讲解这盘棋呢，肯定是心中多少抱着一点期许吧。是，还是有一些的，因为孟泰林在这盘棋之前他已经非常就是没有想到嘛，他可以二连胜。赢了丁浩和廖元赫两位年轻的非常强的小将，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对，然后呢我们看现场呢，他们两位棋手已经经过拆先了，是由孟泰林执黑，然后他们刚才交换了一下座位。许家阳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棋手啊，咱们这回的龙星战的赛制呢，是分成了 AB 两个组，对，经过预选赛打出来以后分成 AB 两个组，然后呢是要进行怎么样的才能进到半决赛呢？杨毅为大家介绍一下。应该是这样的，它一共分为 AB 两个组，把所有棋手按照段位从低到高来排序，段位相同的，然后等级分高的，然后在后面，是，然后从由前面一个一个往前挑战，然后下到最后一盘棋结束以后来看最后留在场上最后一胜获得的棋手和获胜最多的一位棋手然后就是 AB 两个组进入了半决赛，然后再交叉打半决赛。对，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呢就是孟泰林呢前面已经取得了二连胜，那么呢这盘棋如果再获胜的话，就是他就个人就取了三连胜，那么呢进入半决赛可能性就非常大，就很大了。好的，那么呢现场实战也开始了，那我们先跟上进程吧。好，是孟泰林执黑，过去，好，B不起下星位，然后新小目两个棋手下的好像非常快，二连星，白棋二连星，对，这个现在呢因为 AI 盛行的时候啊，好像黑白双方呢就是互相下二连星的布局啊特别多。我相信现在尤其他们长期征战在一线的这些棋手啊，他们对 AI 的就是各种变化就布局的套路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研究得很充分。对，是的挂角，说到这部挂角啊，我记得就是有一个 AI 呢可能是要金毛的吧，他好像喜欢守在这个地方守在这里，对，然后呢他也是这种属于叫金毛布局，就是说在新小目的时候啊，就以前我们的学棋的时候都喜欢什么往这里，尤其最早的时候是守在这个无忧角，后来呢经过 AI 的改进以后，现在要么呢就是高的要么就是低的，就两种可能，但是呢像如果说这种手脚的话，就这样的话可能好像形状更立体显得更立体一些，对，所以下这种新小目呢在这边的手脚呢就相对的罕见一些，那所以 AI 呢有某个 AI 呢是喜欢下这个布局，但实战呢孟泰林是选择了挂角，然后白棋挂白棋这个小飞挂黑棋飞起来，这是 AI 的套路，接下来呢多数情况下白棋应该是应该在这一带走子吧，或者拆或者挂角，好像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进行，我们看看这不坚定坚定，对，这步棋呢当然现在是 AI 经常会推荐的一个下法但是如果是在我们当年学习的时候，如果早早的挂角尖顶的话，肯定要 被骂的，要被老师骂的，要被老师打屁股的，是这个呢白棋这步尖顶的意义呢意图呢它其实就是如果说在这时候叫小飞手其实是可能会担心黑棋将来是往这里拖，白棋翻，对，是像大概是担心黑棋这样的一个选择，白先尖顶呢，就是可能更注重的是交换一下，对，更注重的一个实地上，然后再跳起来，
那么呢，就是跟直接小飞呢不一样，是白棋这边走到了高位。那么呢，同样的有一点呢，就是将来呢这个地方啊，黑棋逼在这个地方就显得非常大了。嗯。如果按照我们以前学习的定式啊，黑棋要在这里拆一手。拆一手。是吧？对。但是现在在这边拆呢，就显得有点窄了。有点重复了。重复倒未必有多少重复，但是可能会稍微缓了一些。但是确实。也是不小的一手棋，黑棋选择了先挂角。那么呢，我觉得我猜想啊，哎，其实你对先生应该这棋风应该很了解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棋风。我觉得孟泰龄的棋风是他自己其实下棋之后很有想法，啊，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毕竟跟年轻棋手相比年纪大一些了，到后半盘经常感觉有一点力不从心，就是这个精力上有点跟不上，对，是吧？对，尤其快棋啊。那就是在快棋上说，他可能在反应上他应该是占一些劣势的吧。应该反应就相对来说年轻人会更快一些。对对。但是呢，老棋手啊，我这么说他老棋手可能有点不太尊敬了。不过就说他作为那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棋手啊，他可能在经验上还是应该比年轻棋手还是更具优势的。是。其实说老棋手也不过分嘛，他今年已经过了32周岁，像徐嘉阳是99年的，跟他整差一轮啊。如果说他是老棋手，我们就不知道叫什么了。好了，这个黑棋我觉得他是想希望呢白棋这边对，守一守，然后黑棋再走这边。如果是这样展开的话，黑棋呢就很舒服了，步调很好。对对，步调很好。那么呢，白棋呢肯定是不会让他如愿的。白棋是选择了夹击，这时候黑棋再走这里，逼过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就进入到一种混战的一个状态了哈。是，双方纠缠一下。双方纠缠，就是从道理上，白棋肯定是不会在这里硬的。那么呢，是不是白棋要么就考虑在这边走？就是这步棋可能是以前我们学习的时候经常是偷先的时候会压住它啊，但是呢，可能将来会有挖的一个手段。白棋还有一种尖顶的什么这些都可以。第一杆上白棋肯定是要反击，在这一带行棋。可惜实战的时候，白棋是反击在这里，这个非常的凶狠，凶狠凶狠。这步棋的意图呢，其实是保证这边有先手的味道。那么呢，这个角呢就得到了加强。并且威胁到黑棋这两个子。如果这个地方不走啊，这局部呢，黑棋反正往这里二路渗透一下，这个白棋会有点难受，这不太好硬。所以白棋这步棋呢是。一方面呢是威胁黑棋两颗，一方面呢也是加强自己的脚步。那么呢，对黑棋来说，既然白棋在这边行棋了，那他肯定要在上面了，所以他实在跳了。我们先说这个白棋这个二尖高跳啊，好像也比较少见。是我没见过这样下的。这个些其实都是 AI 的下法。AI 那个它具体为什么比那个小飞啊或者跳啊这好在什么地方，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就将来这个底下的变化应该还是挺多的。白棋高拆在这里，我觉得啊，其实咱们一眼见的呢，他为什么要多拆一轮，其实就是如果说担心这个这边还在走棋，现在马上不然的话黑棋这步逼过来很难受，很严厉。所以呢他这步棋走完后呢，他可能呢就是觉得外面呢有比这个上面更大的一个选点，所以呢他选择的是这个。如果是走来小飞呢，可能就会显得有点局促吧，有点低哈。是，将来这边冲断这边手段呢，可能就会稍微的不是那么严厉。这个是我对他这步棋的一个猜想。现在黑棋飞这个，那么白棋呢就正好逼在这里。那么呢，白棋这一整套的一个战术吧，我觉得他确实就是因为在那边高拆呢，就是马上要脱先，要抢占这步的好点。这盘棋好像从现在开始啊，就从白棋黑棋挂角和白棋走完以后，双方好像是几乎是进行了很多很多的心理战，看起来那个进行的非常的正常和普通哈。其实两个人就已经较上劲了，较上劲了，就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是有没有发现？就是
走完以后黑棋挂角，然后走完以后黑棋逼到这里，白棋开始逼他，黑棋走完，白棋又走这边，就各走各的。两个人都很激动。嗯嗯，从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说啊，有些咱们现在围棋这个可能技术发展，因为有 AI 的存在嘛，嗯，技术发展的比之前快了好多。在 AI 的眼里好，似乎是我走一步，如果你跟到硬的话，你可能就会稍亏一点点啊。嗯，所以呢现在就很多棋呢就走完就脱先了。嗯，然后呢当然如果是有这样的思路的话，你走你我走啊，也其实会让围棋就呈现很就不同的这种精彩。嗯，是的。好，黑白棋逼到这里，黑棋呢从经济上是想要反击加到这里，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不走的话，白棋这个尖很严重。嗯，哦，尖在这里。对对对，这个肯定不能走了，走了它搬下来，对，搬下，这个，搬断了，搬断了，这个坐上就很难受了。嗯，要走到别的地方的话，它可以搬出来，也可以糊这里，嗯，就成为另外一种。白棋这边会火力很大。哦。嗯，现在呢，黑棋加这个，白棋呢把它飞出来。现在在战斗的话，就肯定就不行了。黑棋再藏进来，白棋搬它一断。对，这种战斗，对，正常走。现在爬，其实他直接走好像就不太行，哦，就是或者飞一下，有这个子拦一下，嗯，对，这种作战好像白棋就显得勉强一点，这边有接应，所以在黑棋夹击的时候，白棋要先做做准备工作，处理一下，让，黑棋贴起来，哦，白棋跳出，黑棋藏，哎，就是，还没藏哈，有实弹没藏。就是从这个局部上来看呢，基本上是要藏的，因为这个，不然的话，他走这尖出来，黑棋是糊过来，这黑棋就会这两颗子就形状形状不是太好。嗯，那白棋这边是什么情况呢？黑棋这边脱不开锁，现在，哦，嗯，而且这个想直接打入是吧？进行一个反击。这个好像并不是太好，就是头被白棋走出来，将来还能脱了虎，还是很难受。嗯。但是呢，如果藏了，肉眼所见呢，他因为现在迟迟没有下，我觉得他肯定是担心这个直接就被白棋给飞进去了。嗯。嗯。进行了一个，这两步棋好像都是一人一个了。这感觉被黑棋这两个子好像对被孤立了。这边白棋竖一道墙，那么呢，这两颗子就会越来越危险。嗯。那么呢，是不是黑棋当初考虑会不会加远一点会比较好一点？不知道，这个走加近了，是不是会被白棋正好借了个劲儿？嗯，借了劲，当黑棋跳的白棋跳的时候，那么呢，这两个点很明显的就一人一个了。白棋逼得棋赢了。我们刚才注意到啊，就黑棋在这个选择上，他这个藏的时候，好像似乎用了。思考了一对，思考了一些时间。嗯，那我们的这个比赛的用时呢是每手棋是30秒钟。嗯，每方呢有10次1分钟的延续。那么呢，到十次一分钟延续完了以后呢，将来的每一手棋就必须要在30秒内完成了。嗯，所以刚才看那个时间呢，它应该是用掉了一次一分钟。对，有点感觉应该是这样。好，我们来跟上进程。白棋把这个头封住，那么呢黑棋加继续想抓白棋的弱点。嗯，那么呢我觉得这个在黑棋藏的时候应该是这手棋应该就考虑好了，考虑到这一步。对，考虑到了。嗯，孟泰林我觉得他的棋风就是你觉得你刚才是给大家介绍说就不愿意走一些俗套是吧，愿意自己去创新。我觉得是这样的。嗯啊，对先生的评价非常高。我对孟泰林的感觉啊，就是跟你也是一样的，就是这可能也是年纪大的棋手的一个通病嘛，就觉得不愿意跟着那种 AI 学的太多了，还是下围棋要有自己的风格。是，而且孟泰林的棋确实有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他特点非常鲜明，就是力量很大。嗯。那么呢这样的棋手呢通常就是很容易逆转别人，也会被别人逆转。对。不到最后一分钟，不知道这棋是究竟结果会怎样、就在他身上应该是发生了很多，就是这个比赛里面发生很多很有趣的故事。是很常见呀。那么呢趁白棋在这思考的时候，我们杨毅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孟泰林在比赛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感觉经常下着棋，这棋下完了嘛，会跟我说这棋，哎呀，本来就这棋就被我输掉了，这样。然后输掉以后，他跟别的棋手复盘的时候，他是一个就是性格很像小孩子的一个棋手嘛，他很单纯，他也不会想很多。复盘时候会说自己本来这棋我赢啊，我赢啊这些，然后对手也就大家关系都很好，棋手之间，所以也互相了解，就大家都很开心嘛，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对对对，我注意到就之前前一段有一个比赛啊，孟泰林是在最后被人家逆转了，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是不是该退役了？他就是那盘棋显然是就一直形势都不错嘛，到最后应该是打了个勺是吧，是这个对我就是我就其实非常的理解啊，一个棋手啊在一盘棋胜利快到手的时候突然因为自己可以说是可以完全可以避免的失误啊，然后导致最后的败局，这个心情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而且现在赛场上能看到80后棋手的身影也是非常不容易了，对，很少了，对，他算职业生涯比较长的一位棋手了，是是是，他应该是跟古力他们是差不多，对对，比古力是不是还小一点，还小一点稍微。孟泰林是80几年的，87年的啊，那古力是83年的，我记得，小4岁，这个比赛通过预选30到40岁年龄组是刘星和孟泰林他俩出现的啊，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两个好朋友，两个好朋友。就说咱们他在身位所在的 B 组里面啊，如果说今天能取胜获得3连胜的话，那么呢在这个组出现的概率就非常大了。对，因为是咱们出现的是在最后一盘胜者，然后呢以及胜利最多的，对，那么呢就是他后面没有几个人的情况下，如果还有一个人还有3连胜的话也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啊，越到后面越厉害，是吧，像柯洁啊他们等级分都是在前面嘛，都是应该会排在最前面，是。好，刚才白棋在这个局部啊，我觉得双方都用了大量的时间啊，每个人都好像都用了几次的感觉，可能这里定型会比较重要吧，对对对对，这个地方应该是决定了到马上，因为从前面来说啊，我感觉还都是比较虽然是双方都各自为营啊，就是但是好像还是显得比较正常，这是双方都展开了第一次肉搏战，是在这个右下角发生。好，现在黑棋贴这个，从这个理论上啊，白棋黑棋要藏这块，他就冲这个这一段好像这个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走这个他好像就直接这个弯冲很厉害，白棋这弯冲这一冲这一段不好收手，这好像黑棋不行，那么呢就是再贴一下，他直接不能去，他黑棋要可以考虑先尖顶，就是把这个弯冲的那个手段先给避免了吧，他是先尖顶，果然是先尖顶，对，白棋假如要在这补的话，那黑棋当然是可以满意的，黑棋就直接搬进来了，那么就形成了另外一个转换，但是黑棋能走到这边也算可以嘛，有所得，白棋要在这边硬，立下来可能这个形状不太好，如果他走这个那就是黑棋再顶就不知道会是什么状态，之前的那个拐冲没有了，对，拐冲没有，那么呢白棋如果走这里黑棋贴下来，现在也不能走，只能搭三三，搭三三黑棋不能随便搬哈，搬的话他一夹，这边那么黑棋就不好搬了，这个冲不成立，冲他打了正好这一打死了，那么呢如果虎呢他打是一挤也死了，所以在拖的时候把黑棋可以拐这个，那这么呢白棋好像有点勉强，就不太好下这地方，这搬也是后手，这如果能搬着的话可以立到下面来，但是现在搬是后手，搬是后手，对对对，那白棋有点不太好办，那么呢这就是白棋现在断上去呢可能稍微的有一点勉强，有点，对，有点勉强，可以，如果黑棋要强行要顶啊，白棋可以考虑拖这个吧，应该先拖试一下黑棋的运手，黑棋如果搬的时候这是断了，就成立了，
如果走别的话，白棋走活角，转到角里头来。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假如这个黑棋顶被白棋拖不太好办的话，那么呢，黑棋是可能就不顶，哎，就别顶了，就可能还得先就简单的并三三吧。嗯，他在考虑并三三，就白棋是补在往哪里补，顶一个。顶个还有点，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好像黑棋，但是可能是不是也没有办法了。嗯，那黑棋如果在这里落后手的话，这两个子是不是会很薄？是是是，对，黑棋还是要想办法，实在选择顶了。但是主人这样的话，将来就确实留下一个点，这个黑棋很难说，也不好办。嗯，那看来这个被白棋封进去以后，黑棋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手段。是。嗯，我看孟太林也在这边用了一些时间，还是选择了顶。白棋还是真的就是按照咱们的设想，实战的设想不好走，嗯，只能缩回来了。孟太林在这盘棋之前，嗯，赢了是丁浩和廖元赫两位啊，廖元赫很厉害，尤其是廖元赫，他俩对战几次，孟太林好像印象中是没有赢过的。是是是，年轻棋手里面，廖元赫是还是比较突出的。对，算是孟太林的一个苦手。那还不错，只有一个苦手，还是挺厉害的。嗯，而且最近这段时间，孟太林每天晚上做他的自己的工作，做节目讲棋也很到很晚，牵扯了很多精力啊。所以他前面两盘赢的也很，自己也很莫名其妙，怎么我赢的都不知道。就是说他觉得这个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对，竟然还能赢了。看看这盘棋会不会再创造什么惊喜吧。是。我们也是希望，反正现在对局里面，我一般都站在那个年龄大的棋手，年龄大的，因为我自己年纪很大，希望老棋手更多机会。对对对对对，也激励一下我们嘛。是，这个，但是从这个局部上来说啊，黑棋这团啊，就走到了从家开始，然后一二三四，你看，走了些，几乎走到没有当官，没有木的地方，局部上来说，黑棋肯定是亏了。嗯，而且脚上的实地被白棋给拿走了。黑棋几乎没有所得哈，几乎没有所得，除了刚开始这三个，但是这边肯定都走的都是里面和外面的一个交换啊，嗯，而且这地方还很难受，不走的话也又很大，走的话有可能会落后手，比如说顶一个，就走这样，就是最简单的啊，这样的话，白棋可以脱先，白棋已经活了，嗯，局部白棋是活棋，嗯，但这个当然这手棋价值非常大。因为这个不走啊，将来如果作为白棋爆吃啊，它还有这个，将来还有街上还有断的一种味道，这很难难过。实战黑棋确实，实战还是顶了，我看。白棋粘住，黑棋挡正。那么呢，这个局部告一段落，就白棋可以说是先手获得了角，黑棋呢稍微还是，将来黑棋打拔先手。还是比较厚的。嗯。总体来说，黑棋肯定是亏了。一次排油。因为白棋这边也多了几颗子，这几颗子现在，比如说白棋往这边走，就是，对，就黑棋这两颗子压力太大。嗯。黑棋这时候还没有搬那个，还在想。哎，这个不搬被走了，好像这不便宜。不行。他在想什么呢？哎，也不一定啊。但正常来说，他顶了应该会搬。搬是很大的，但是他又不想落后手。对对对对对，他可能，我觉得在这个局部啊，好像孟太林应该是用掉了好几次了。嗯。这个上面几十中有点不是特别清晰啊，我没。嗯、但是从那个咱们那个时间上来看，他应该是用掉了几次了。是。好像好几手都在进行参考。用掉了几次一分钟，而且这个局部下来又亏了一些。对对对。所以目前来看，徐家阳是占上风的。是是是。一般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肯定是要需要时间来弥补。嗯，挡住了，还是挡住。嗯这还是特别大，因为黑白棋就简单的抱打吃上来，是有先手味道。嗯，
那么呢，现在白棋获得先手，那在这边走棋悬点就非常多了。对，这两个子进行攻击。对对对，比如说可以震到这里，飞到这里啊，怎么靠啊，跳啊，怎么震一震，飞一飞，靠一靠。对对，跳啊，跟很多招法，但靠一个倒是有点熟啊，就是把这个将来这边的啊有点卖味道。哦，下得这么温柔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打算，如果你要跑，他再顺便靠出来。嗯。这是应该是白棋的一个预想图吧。嗯，这靠出来后，黑棋还确实还是非常苦，跟着走应该不太好，中计的感觉。嗯，白棋这个跳我觉得倒是挺好的，就是让你不能往外跑。那么你黑棋如果不能往外跑的话，那么呢白棋这一步呢可能比在这里，因为这里呢它显然它明显是有几只先手可以靠出去嘛。嗯嗯，它就更好一些。而且加厚了，嗯，对对对对对，是，黑棋是飞这个，飞白棋冲。我注意到啊，就是蒙太林这个飞啊下得非常快，嗯，可能啊是在搬的时候，可能已经对这边的变化已经在想过了，就白棋要走什么时候，他应该怎么处理哈。黑棋在点，这个黑棋想的可能是想弃子吧。就是如果你要走别的话，他就那他黑棋这边正好这一点，就弃掉了，这挺好的。那当然白棋是不肯就这么简单吃两个，那这样吃的话太小了，上面下面都被黑棋便宜。假如这个时候咱们按照常规搬，白棋现在两个办法，一个团一个搬，一个团一个搬。对，搬的话黑棋打再的爬，这黑棋能活吗？几步肯定活不了，他肯定得往外走。嗯，几步肯定没有空间了。嗯，对。所得的是这个虎先手，这个虎和街先手，七个反正也没什么用。嗯。那如果说他现在搬出来在黑白棋跟他断，好像反正黑棋还是挺苦的，就白棋就跟他打，就挺苦的了，因为黑棋是单方面在逃跑。白棋是活行，对，嗯，白棋这边不影响，那这边有跳的话，这边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影响。嗯。哦，两位棋手这个，实战就是这样。徐嘉阳这边这手棋下得很快啊，那不就是如果是白黑棋单纯的自己逃孤的话，心情不是太愉快，但死是肯定不能死啊。现在这死的话，就连脚一块都没味道了。嗯。杨毅看到是不是蒙太林心思不太好，有点低沉啊？不是，蒙太林这钓鱼，他这手棋犹豫了半天怎么着？确实确实，因为他这扳确实也是臭白棋断，他这不尖，犹犹豫豫的哈，他也没有想好出这个局面怎么处理。虽然没有想好，但这不尖可能比所有的手段都好。就是你如果扳这个，现在如果你扳，我猜想他应该是。是挖这个，再挖这个。哦，他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手段。这个很妙啊。这样的话就逃出去了。嗯，你要是要走别的话，比如打这个，那他就是首先接上他就未必死啊，因为这个他这保留了这个提或者接或者虎三个先手。哦。保留了三个先手，现在这边走，那基本上是活棋问题不大。嗯。白棋如果走别人呢，比如说藏一个，他正好跳出来，实战就是这样下的。跳出来，这黑棋连上了吗？这有几段吗？几段是有，但是几段这个味道非常差，将来再提怎么这一白棋的一挖，有点薄，对对对，有点薄，因为挖这个吃这样吃的话，这其实就吃的白棋不太好，我觉得白棋不会这么吃，不会这么，白棋是就简单的就拐出来，那么黑棋呢比单扳的效果要好，但是呢依然是没有逃脱比较苦的一个进程，是，因为这个地方你还是欠一手棋，没办法。
就白棋这边只要子力出去了，这将来总是有个几段。只要白棋走后一点，这份段就对。那黑棋如果要自己去接的话，白棋这么压出来，那又不肯。黑棋还是很难受。嗯，就是黑棋还是单方面的在逃。他还没火。嗯，得想点办法了。这时候我觉得应该是碰到困难了啊，他走这个。对，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现在要一定要利用这边的先手抓住白棋。嗯，如果说他不揪着白棋，抓着白棋的弱点的话，自己单方面走，那就太累了。嗯。现在我们看一下啊，现在他这个先是先手，这个也是先手，那当然可以先不走。如果是顶在这里的话，白棋立下来，好像没有起到作用。因为就像这个先手，你不能挖他气不够。嗯，你要是拐出来他接住，这个战斗黑棋肯定显然也不太行。嗯嗯，还是不好办。如果说这边不能走唱的话，这黑棋似乎也没有找到，一眼看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嗯，现在整体来判断一下形势，肯定是白棋领先。对, 对, 对，比较明显的，比较明显。嗯，因为黑棋从开始这个局部，咱们刚才判断的话，亏了，就从那个对进程上来说，黑棋肯定是明显吃亏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黑棋因为要跑这两颗呢，也这边已经撞伤了自己的左边的这一带。嗯，然后这边呢，依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啊。好像孟太林，我感觉他在这边又似乎又用了一些时间。嗯，碰到困难了。感觉黑棋用时比白棋明显要多不少。嗯、对。因为快棋它也走这个的话，它好像白棋就简单一顶，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我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嗯。因为你再走回来也没有意义，再走回来它就一样走出来。嗯。这边还是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这挡也没有用，挡他白棋就挖吃，挡不住，那就只能请杨毅给你孟太林想想办法了。我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哎，我看到了，他走了一步这步棋，好像十，这步棋想不到，很有想法哈。对。确实刚才我们说这顶和弯这些都不成立啊，孟太林是想到这步顶。我这个棋是我们来推断一下，就白棋要立呢，白棋走别的话黑棋当然是能过来的。嗯，白棋要立这边能起什么作用啊？他如果再顶，白棋同样还是立，好像这样是没有用的，气还是不够的。对，不能挖，反正只能拐出来后，跟咱们一样刚才说的，首先你拐出来跟这边杀也首先就不太好杀。嗯，就算能怎么跑出来，白棋把这接通后把这个几个杀了，黑棋同样不行，这些手段都不行的话，唯一剩下的就是这步扳。扳的话白棋可以粘住吗？可以粘住的话，黑棋反正这步棋是先手哈，先手的话冲出来也不好，冲出来白棋就跟着硬，那么呢直接粘上了，粘上那不是还原了吗？再立下来是吧？ 嗯也不太好，那就是只有从这冲出来了，可能冲出来黑棋局部是活性挡上，利用这个先手啊，那倒是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倒是把白棋给冲击到一些，比如说他打一个什么的，再连回来，这边尖回来，至少或者先打一下，把白棋的形状给冲击到了，嗯，就没有活干净，嗯，这样的话就揪着白棋一块走，是对比黑棋自己单方面的逃孤啊，要积极一些，要好很多，嗯，对。他打两下，他这个先手可以接回来。是。那么白棋接的话，黑棋应该是要选择冲这个。
觉得孟太尼不管怎么说，这边想到了办法。如果白棋接这个的话，他至少接出来，这利用这个先手可以度过，可以过，对。我们觉得像我们业余棋手跟职业棋手一起下棋的时候，就是业余棋手是完全被虐杀的感觉，就一切变化都在职业棋手的掌握之中啊。那因为职业棋手天天都是在那个训练中嘛，嗯，业余棋手嘛，为什么叫业余棋手？那就是在工作之余嘛，是一个爱好嘛，对吧？那是在上面，使用的时间是完全天差地远的。那么呢，在下围棋的时候，你对各种局部的时候，那当然跟职业棋手是没办法相比，没办法比的。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职业棋手之间的对局，尤其是这种快棋，我想问刘老师，就是是不是职业棋手他也是心里很没谱的，是一边走一边洗？也不是，就是说他因为他的棋感是我们经常说的棋感嘛，经常就是说他是靠着大量的时间的学习和训练产生的，比如说这个局部。或者是相同的形状，他们可以举一反三，就是首先第一感要点在什么地方，嗯，然后但是不行的肯定就首先就抛弃掉了嘛，哦，就不会去想，就那就是浪费时间嘛。然后呢，就根据大致在 ABC 比如说几个选点，我们找一个觉得自己可以掌控的，嗯，因为你要是靠到这30秒完全算清变化，那肯定不可能，肯定不可能，只是说从那个多年的训练中觉得这个可行啊，然后是再找到一个自己容易掌控的一个套路吧。所以快棋更是棋感是非常重要的。那肯绝对，对棋的这种熟悉的程度，熟悉，对，熟悉非常重要。嗯，像他们年龄稍微大一点棋手，平时训练的时间肯定是不如年轻棋手多。是是是，那差好多，差太多了。因为比如说年轻棋手他没有家庭的那个束缚嘛，嗯，你看李先生你们肯定对吧，两位肯定平常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打扫家务，做点饭啊什么的，多少都会牵扯一些精力，是我们看就是还是看到白棋担心黑棋冲过来接住，那么呢现在黑棋因为这个先手，那么呢直接就如果是好像现在似乎可以考虑直接接这个，白棋是接住，再递回来，这样。白棋是挡还是跳啊？这个尖，这个，和这个有什么？这样的话，形状更结实一些。好像也差不太多哈。只是觉得这样被挖掉，它粘着先手，好像这个气上有点关系吧。这尖的时候白棋是不能挡的，挡在这一立下来，那么黑棋就太满意，利用气势这边已经完全走好，白棋那就大亏了。提还是接，这个白棋还得稍微的动点，还得选择一下吧，就很细微的差别。将来呢这个地方有一个眼，现在就算被白棋是不是打不到的，为什么呢？打吃先是后手，打吃是后手，对，就算你就说就将来什么都不走，这黑棋起码这下面确保一只眼，如果有一颗的话也能有一个眼，就打的时候他可以走这边跳这个，但是这个地方先接回来，实际上孟太尼我看他选择的是单班的，我不太一下没看见这个好还是搬回来好，搬回来因为白棋可以直接走这个，那么呢你先要立一下，接住再贴回来，对，就是这么下的，贴，那不能打这四个死的，但是虎的话白棋接住，这个冲不冲都从他拐上好像也走不动，但是冲一个是不是比不冲要交换过有好处吗？这个不好判断，也不好说哈。就是你说你再走他还得压你，将来你再走多了渡回来他直接就挤断你了，现在如果你单渡白棋如果要挤断哈，你起码还能接住
利用气四个，对，就搬出来。嗯，还有这样的下法。哦，但是黑棋也可以直接渡过了，这地方直接渡过，白棋应该是也不能急，你还是冲出来嘛。嗯，白棋会走这个，这个就黑棋冲这一下，我觉得不一定会便宜，除非只有是担心白棋直接挡住的可能。嗯嗯，白棋可能确实要挡住。那就蒙太林觉得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是这样让白棋挡住，他觉得这样形状呢比白棋直接挡的时候黑棋要好，可能要好一点。这个看起来是冲一下，这还有一个这个段看起来稍微对对对严厉一点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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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呢把白棋这个眼形呢稍微也挤压了一点。 嗯, 嗯，白棋可能应该是要走这边，这边走不动，这边要补嘛，走别的的话下面就是一个铁眼。嗯，挡在这里嘛，将来这一尖还不是眼睛。哦，嗯，下面现在是半只眼。嗯，黑棋再接回来。但是说真的，就这个变化真的有能比尖的爬回来好吗？他尖的时候可能担心白棋直接提，我觉得。太干净了。嗯。对。如果是尖，如果虎对白棋接的话，黑棋再爬回来应该比这个实战的要好一点。嗯，就是说刚才这个形状，我觉得细微处啊，就是还是体现他们的功力。就是如果走这个的话，他担心的是提。那如果黑棋要是先立一个再走那个呢？立一个再走这个的话，就白棋可以先手，对，白棋要不要先打一下？哦，嗯，就被打造一下就差好多了，差太多了。对对对对。嗯。就说他一提，这个没有这个力的话，这个飞就没有先手了。哦。他还是有差别的，嗯。所以他宁愿这边少一点，嗯，少点，可能少了半只眼，但是呢，也希望能立到这一下。对对对对对对，主要是要得先立这些。冲了一下，嗯，又回。好，结束。这应该是在双方的，不管怎么讲啊，蒙太林这个打入啊，转了一圈就把白棋的眼形破了，还多多少少还起到一点效果的。嗯，这比那个直接自己傻乎乎的往外跑，哎呀，对对对，好不少，是吧，好不少。那么呢，接住后我们还是正常白棋是要压出来，黑棋再飞。嗯嗯，对，这样的话就还威胁到白棋这块了。这个从你棋上感觉白棋是要硬一手的，这不走的话就明显这尖一跳就这个出问题了。这边被白棋冲到了之后，黑棋这边损失很大，损失也很大，就将来今后这边会怎么定性呢？这边如果黑棋下出手，这个先手很想这个也挺奇怪的哈。因为走这个的话，这边好像白棋可以直接冲过来，这样的话会好一点。如果想要在这边下子的话，就看中这个飞，看中这个目数了。不过黑棋这边还是多，就算走成这样还是有点薄的。嗯，因为白棋这边都是先手啊，这将来还是有冲断啊，还是有点难受。而白棋是一个铁活的形状，嗯，非常结实。是。那这边如果黑棋不走到的话，白棋走一走，是不是有可能这条边变成白棋？别走这的话，他的是不是还可能将来还能搬起来跟你再继续作战？嗯，他反正要纠缠嘛。如果说被白棋简单走一手把这块空全部围住的话，那黑棋也太丑了。就是黑棋从那个你看这个全局上，黑棋的确定的目数基本没有啊，它只有这边的潜力。嗯，但是现在应该还是轮黑棋走。嗯，看到他现在是打拔这个，打拔这个是先手。对，我也可以感觉得到，因为他很担心白棋就打了接住。这个将来白棋接住这个有益。对。现在应该没有了，
但是这有味道，很来这边对对对对对，中段它些火好像摆的不行。嗯，反正这个挺大的吧，或者再打这个，那走走走，火箭转也没差不多，反正打这还不太好的，这个也没什么起。如果没有那么严厉的话，好像黑棋应该还是往这边走走吧。但是走在哪里挺难受的，主要是。嗯。要自己防守一个肯定不太肯，防在这边呢，这个反正也是挺。有点局促。对，有点局促。然后，你要比如说这样的话，这样白棋这样跳一个，那都是很难受。嗯。而且，对白棋没有压力，这样的下法对白棋没有压力。那可能这个打八呢也是。正常的就是，觉得应该是局部来说是个先手。白棋实战没有赢。白棋觉得这小了是吧？局部的话，这黑棋这一跳，局部就死了。嗯。哦。所以这还是留一个大棋。但白棋还是觉得不没有这边大。对，这个冲出来还是挺严密的，嗯。哦，下了不少了，直接长了。这在他们计算中，再冲了扳，嗯。这冲，白棋再一扳，黑棋肯定不应该不敢断吧？断实在是有点过分了，就是长一长，将来这一往这一跳，好像黑棋都。这有断点，这边。对对啊、哦，就去拐一下什么的。嗯。就是如果说你看咱们就最简单的啊，这一拐这黑棋就不好办了，看着他一挖，嗯，这应该出事儿了，嗯，碎了，碎了，这个没棋下了，嗯，那这个根本就不能断上去，那只能硬在这里或者走到下面。啊，那这样的话冲出来还是很严厉啊。黑棋这个是不是先走这边、嗯、不过也不太好，反正黑棋。总体来说就是虽然黑棋这跑出来了，但是被白棋这冲出来后还是挺伤的。嗯。哎，他在想他在担心什么。啊、哦，搬了。我们刚才说不能断，嗯，果然缠了，想都没想，嗯，在他的影响中，这根本就不能断。那这个角，黑棋将来有点的手吧？肯定有。嗯，要是都归白棋了，对对对，那黑棋太快。如果说白棋这一虎全吃掉的话，那黑棋那完全受不了。这点，这还是很简单就能出棋了。嗯。嗯，白棋要走也头也挺大的，这个立这个见这个，就是将来有一段那个看不太清楚这个。白棋跳了这边。对对对，他这因为这地方看不太清楚，你而且你补一手又吃不干净。现在如果黑棋断进去呢？断进去，他可能是不是打了挖？至少有个这样的手段，黑棋当时是不是会先做一点准备工作？黑棋那边打娃以后，白棋在这边交换了四手棋，对对 对, 对，然后又回去补了一个。白棋觉得这样可先冲出来便宜了，你还是没有棋，可下。嗯，黑棋先打，这地方还是得下，还是要死的。就这个。走成这样，嗯，然后呢，焦点现在其实黑棋这打娃本来就是他的先手，对吧？哦、咱们可以看成黑棋的先手，嗯，白棋冲几下呢，他觉得便宜，那么呢，现在还焦点又回到这地方来。如果黑棋没有特别好的手段，那么呢，显然还是白棋不错，因为我们从全局的目数上来看，一眼看上去黑棋就这点目数，然后加上这边的潜力，白棋现实的目数还是不少的，嗯。黑棋，但是黑棋现在挺想在这边先动手。这个
对，就是至少交换一下，不知道有这个点一下成成不成立。点进来如果能成立，是不是还是？现在点进来，白棋是不是要走什么呢？白棋要走这个的话，靠出来，黑棋翻这个，断，打出来，大棋冲出来。嗯，白棋在里面委屈做活是肯定不肯的哈。啊，对对对，这个，但是现在。就这么断，黑棋还有什么办法呢？就不知道这个，如果这个点是不是会担心黑白棋强行的靠这个？那就是从上面来，便宜两下子。但是这个便宜的也有限，而且还伤到了这边。嗯嗯，这边是越走越薄。但这个点确实此消彼长的一个要点吧，如果白棋走过来的话，黑棋这边也是三十，黑棋先断了，断这个地方如果先拖一个是之类的，不知道行不行哈。四十，这样走一个熟的，那棋怎么想再断，那这样看起来黑棋好像厚实，这主要是走这个意思，主要是防止白棋有挖的手段。嗯，他没有走，他是不是担心白棋要这样的话，黑棋肯定满意啊？白棋会冲过来吗？嗯，接这个还是接这个？接这个，接这个再冲。冲。打这个，打这个。这样。打结束，这个杀气白棋看起来不够，白棋应该不够，白棋最简单的贴下来你就死了。嗯，但白棋脚也挺厚的。嗯，白棋就不要了是吧？嗯，可能性啊，这边是不得补了，现在那这边厚了，这下法就不一样了。哦，哎，但是黑棋通过把舍弃一个角，能把白棋几个子吃掉，是不是也还算可以吧？吃这子子，黑棋这边都厚了。对，全厚了。至于全局形势，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嗯嗯。黑棋直接选择了断，白棋先拐了一手。黑棋白，这边等一下，这边为什么黑棋这时候再靠两下什么的不好吗？比如说靠这个，还是靠这个，这时候再来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是不是黑棋觉得这边太大了？这个一出一入这个边，我靠你不敌我了是吗？会吗？可能会啊，就是如果你硬的话，说不定被黑棋接劲儿了哈。嗯，但是这个也不能说黑棋现在可以找到一个转身啊，一个转换的一个好的一个手段。比如说走这个，你要硬的话，如果走成这样，这个难道黑棋不是有机会吗？这样，嗯，这个脚也一下白棋就。变成黑棋的脚了。对呀、啊，这黑棋肯定便宜啊。哎，我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这还要跟他走。我觉得可以考虑哈，可以考虑先在那边动手。现在白棋就实战就简单了，就打了一挖，对。我觉得孟泰林是觉得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已经感觉到他很满意了这个局？嗯，可能他觉得有所获。有收获，这个、这个局部，这个角将来黑棋还可以点进来的，有棋的哈，有，这尝试先手啊，补了一个，
白棋谱在这儿了。白棋谱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将来这个长一个是活不了了，是吧？如果是跳，跳他就，哎呀，现在点。一定死吗？冲一下再点。冲一下再点。对，冲一下再点。一次还有翻一，这样好像活不了，对的，局部。黑棋是死的是吗？嗯。白棋补一手补干净了。对，这白棋要不干净的话，那这子棋太臭了。嗯，他肯定是就要把脚补上，因为他现在有很多办法，比如就算扎个钉子，脚上也不会有棋。嗯，如果补一手没有补干净，那这个这棋大有问题。我们再看，真的没有棋了是吧？他不能走啊，走这个打一棋先手，这肯定要出事，就这个，把这个点先防住。他们的白棋，白棋可能走，因为走别的不太。左边的杀不了了吧？这边的，对，你要煎这个，他就爬回来，这应该就差不多活了。嗯，嗯，就单煎这个。那这黑棋现在是活行吗？建筑是煎，棋布好像活不了，还是棋布还是不太好活。嗯。哎，等一下，就把这一冲一棋就死了，行。嗯，接住了。死了还是小飞就死了。小飞一个，那等于白棋补这手还是把脚上补干净了。嗯，是的。嗯。就是这边会有点味道，它可以跳到这里。嗯，你煎的时候，这边就会有一些线索。煎好黑棋，如果这边有紫的话，对，能更好。比如这边有紫的话，然后再跳出来什么的，就嗯，或者就是先尝直接点到这里，就会有很多的味道。嗯，但是现在直接来好像没有什么，看不出有很明显的棋。看一下它飞的这个，飞起来。这时候还是没有敢进来是吧？我觉得这个现在光靠黑棋现在虽然厚归厚啊，但是你看首先这边有很薄，你看它这出来以后这边有断，这边有很有断点，就贴出来以后，嗯，另外呢黑棋虽然这边提了个子，但是现在目数呢还是局限在这边，必须要围特别大的空才行。我们现在看一下白棋这有一个角，那边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棋，这一大又是一个大角，这边还有一些木，这边还有一些木，嗯，黑棋的木数非常的吃紧，现在，所以是不是考虑是不是应该走的强硬一点？如果走到被白棋贴出来，还是这边有点薄，我觉得黑棋这个。那黑棋怎么能下的比较强硬一点呢？比如说点进来，哦，走这个白棋会老老实实的走这个吗？就一边缩小压缩白棋，一边把自己筑成后墙。对，这样它贴出来那不便宜是吗？但是好像这样的话，至少能对白棋造成一点威胁。嗯。就算主人这样，白棋这个局部好像一下没有看出来是活形，好像要给白棋制造一点压力，我觉得。嗯。因为黑棋。现在光靠自己去围这块，你要围很大，这个难度有点大。黑棋断这个是先手。先手。先手。这个是先手。可以先便宜刀。对，可以，没问题。这本来是黑棋的绝对先手，然后点在哪里？因为现在黑棋是形势不太好的局面，他应该把棋引向复杂。嗯、对。这样对他是有利的。你看他，我觉得这两个点吧，还是可以考虑的。因为走飞一个好像很
很温柔啊，应该不太像孟泰林，我觉得把白棋送活了、啊、是不是他看见知道你要讲棋下得比较温柔白棋这样这么硬就活了，不过白棋这么贴出来就更强硬了，就是你这个的话他这边走在这里的话白棋挡住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棋，嗯，下得温柔了一点，我觉得可能这时候如果要是强硬一点可能会更希望更大一些吧。 对起码在那个现在还没布围的时候先威胁威胁白棋这一块可能会好一点吧。嗯，我觉得要把这个拔花的作用要发挥出来，就是这飞完以后如果脱先，我看十三走到这里，白棋走到这里，黑棋尖冲走，白棋现在就是目标就是要围大空，嗯，但如果你围了白棋走完以后围完以后就算围出来了，那黑棋白棋这边白棋自然也成空，白棋这边也会恢复到一些实力，嗯，不过总体上这边交换几下黑棋是不是最后便宜了一点呢？这倒是有可能，有可能。对，这还是毕竟还是走后，走后，而且走了个先手。但是我就不知道刚才搬的时候能不能在这边脚上靠一靠什么的，会不会更厉害一点？现在这么下，我总感觉啊，孟泰林可能是不是没觉得自己形势不太好。但是我从进程上啊，这感觉黑棋还是挺吃力的，就有点吃力，因为咱们全盘看上去黑棋的目数真的就只集中在这一块，而且脚上还是漏的，现在是，你将来这个贴出来你说能围多大呢，这块这真是不确定，全局就是这么一块空，而白棋飞的这个还是冲击黑棋了，但有这个棋，这不明显是有个断点，黑棋还是欠的实力还是有点多的，靠这个，但是想先手防断，接住。那么这黑白棋退藏这个形状，哦，在这边先飞了一下，好像。之前飞了。对，刚才因为，这个地方什么时候飞的？刚才没注意，可能挡上了。这个是黑棋的先手权，先手权利什么时候飞都是可能在走这边断还是什么的，可能先飞了一下，试了一下硬手，那这步棋肯定是黑棋的权利，21234，这白棋长就过了，这黑棋这个很薄啊，这地方这尖还先手，我觉得真的是不太好办，长这个不太好办呐、啊，这尖的一藏出来怎么办？黑棋两只眼还没有，这边还有断点啊，依然还有断点，这不是还要补这个断？黑棋就这有半只眼，对啊，这个只有后手啊，对，半只眼没错，走的时候白棋可以先搬一下。这还得补断，这个很麻烦呀，这直接冲倒是冲不断的，往这挤这打这可以过，但是白棋我觉得就最简单的藏出来，黑棋已经有点困境了，现在这基本上要补，然后这边该白棋下，白棋只要简单的先手走几个再走回来，好像就离胜利不远了，因为棋盘也越变越小了，对对对，而且关键白棋这地方出头了，这边没有生死问题，然后又同时的又打把他的潜力也破掉了，那么黑棋这边刚才在白棋没有动手前我觉得似乎要考虑下的强硬一点，下的很简单，先一下这个地方，你走完他就跟着贴出来嘛，走完他就跟着跳出来，
白黑棋好像将太连起来都还没有。这个我相信可能孟太林自棋下的是不是也比较难受啊，这样。嗯，肯定是很吃力，很吃力。嗯，这种棋就是就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如果是黑棋这一方被白棋是这么几下，然后都不停的哎呀，要不然又被先手过来的时候，锁管，啊，这种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嗯。所以黑棋这边下这么温柔，可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形势，判断有误吧。嗯，因为至少白棋贴的时候，黑棋好像应该在先在这边尖啊，还是怎样的，先走一走。对，就趁那个白棋还没有完全活干净，因为当白棋出来的时候，黑棋可能这些来不及了，就嗯，跳。嗯，对，这样的话被白棋全部走好了，然后他这个跳出去了以后，他还可以接着走，他不走就是在下面走已经可以，因为这白棋是还是很机敏的，走完后黑棋走，能黑棋走，黑棋不太好走，就在上面这块啊，你挡的话他一搬一虎什么的，嗯，白棋拐了这个，白棋拐了这个，干是真的。先这个白棋就靠住就行。十。你看两位棋手这个头盖了半个棋盘，头下得非常的专注。二十。那就看来。这边是孟太林哈，啊，黑棋孟太林一直在上面。他是应该觉得形势有点吃紧，有点吃紧，然后就是应该是不由自主的吧，那个头会上来，就在感觉上自己会看得清楚一点。对，二十，一，这尖白棋靠住，靠住了，嗯，六，这地方因为黑棋要想杀白棋的话，还得必须后手去破他的眼，嗯，白棋专注着。好像现在你看黑棋还得，如果这个对白棋这块生死没有办法啊，将来还是得回到围这块实地，而且四处漏风，四处漏风不是很好围，嗯，脚上还跺着，如果你围好白棋这边也要成空，嗯，这个真的是很刺激，接住莫非是还想着要去杀这块白棋吧，尖准备要杀了，接住。十。如果接住，他再挤这个，嗯。接住挤，嗯。二十。但其实黑棋本身气也不是非常多。对。接住没有问题，挤冲挡住，你走完他给打了这样，嗯。挤这个。挤。接住。要杀起冲挡住，嗯，十，因为要杀起只能这么杀，不然一劫本身看就四个官四了。嗯，那现在白棋会怎么下呢？有专注吗？嗯，白棋有几个下法吧？白棋我觉得比较，是不是打了打这个说不定都可以。哦，打他接住，嗯，不，就打是熟手，那么呢就跳这个，二十一，二三四，因为这贴出去好像下面应该是没有眼的吧，拐一下这个先手，走完他可以拖这个，哦，我们先看下面啊，这有没有眼，这边。这是有眼，那就只有一只眼，那就没法杀了。嗯，那局部他就是活棋了，已经。嗯嗯，这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嗯，这就没法接的，接被打死了。
就是局部白棋随时这一拐下面是有眼形的，那么呢黑棋这一走最多只是便宜一点官子，想杀白棋是基本不可能。哎，黑棋是不是走了这里？他把这个眼形先给白棋给去了。但是这时候白棋要做活就很简单了，走没有？白棋没有走是吧？没走。啊，他跳这个，围控去了，觉得抢输，觉得已经杀不了了嘛。嗯。因为刚才走的时候，白棋要先进来钻到黑的空里面，好像有点受不了。这怎么办呢？得围这个，对吧？现在黑棋的下巴肯定是已经完全放弃了，你看见这边有活棋吗？嗯。那只能去，现在围的话就是只能这么去围。就比控，比控的话，白棋就控眼见的。比控的话，估计还是比较困难。嗯、就现在，白棋好像就。最简单的这边守一守啊，这个脚特别大，这个他班是他的先手，这白棋的空太多了，这脚上有四十多个，对，黑棋这个是这也就是应该不太乐观吧，就是被搬一下，哎，他没走这个。他搬这个，这是收官的样子，就是你跳他打先手，可能比直接打会好很多。白棋搬一下接住，然后黑棋白棋补回来，这就是应该会走成这样。那么呢，接下来黑棋因为这还是活棋嘛，没有办法，还是得围这个空。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条线肯定要围上再说，不围住是无法争胜了哈。4 5 6 7 8 9，现在感觉官子是谁好收一些呢？官子如果说太多官子，如果走这得没有什么官子可以数控，就接住他就正常这么补的话，这边冲掉这一十目二十目三十目，这有四十多目，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四十多目加十目五十多目。如果白棋那是多少目啊？19，白棋有五十多目。这个白棋好像空明显多，还是不行。这已经是好多目了，这已经有四十多目了吧？感觉有，这二十，这个三十，是肯定四十多目了。白棋应该是有六十目了最少，好像还不太够。盘面可能顶多差不多。白棋再冲一下。现在就是，比如说白棋简单的搬了跳守一守，在双方进入一个收官。那怎么还是按照我们的预想来的？这个时候，这边因为没有死活问题嘛，它下面还是有活棋，对吧？没有问题。倒是将来现在好像将来这样的话，黑棋可以先打一下白棋，会有点稍稍的有点肉麻。为什么呢？你如果接住啊，不带棋，他们的这个局部呢就是一个死棋了。你在走完后他可以先打这个。我们来比划一下啊。走这个反正。他打一下。这白棋粘。粘上他棋先手。你打一个好一点。打这个。再打这个。但是局部还是逃脱不了这个。这个就没有了。对，就是这个先手没有了。但是呢就是。白棋呢最不济啊，
就打的时候呢，二十，白棋是这个是最臭的下法，他也能活棋。嗯，你起他就接住，这是最臭的下法。嗯，所以现在这有一只眼。对对对，那下面确保这打有眼，拐有眼。嗯，这样的比较安全。嗯，哎，我看白棋搬以后是长的这个下的更狠，长这个还威胁到这块，你发现没有？黑棋竟然这么大的一条龙还没有活进。这许家阳毫不手软啊！真是。许家阳一点都没有手软。刚才我注意到开始的时候，按说许家阳是职业八段，孟泰林是职业六段。啊，是段位高的人，对，排在后面抓子才先一把。哦，刚才但是许家阳也是很有礼貌的，让孟泰林啊尊敬前辈。哦、对对对，我们围棋界的就是规矩啊，就是在拆先的时候，是由那个段位高的人抓子，但假如说段位一样，那么就是年纪大的啊年长者抓子。许家阳因为是段位已经升到了八段了，嗯嗯，但他还是让孟泰林来抓子，来抓子自己，对对，那说明那个孟主播这个在年轻棋手的心目中还是有一定的地位啊。许家阳也是非常的懂礼貌的一个小棋手，嗯，好，他白棋是靠这个，白棋当然是没有必要这么下了啊，只不过呢，他如果能。好像是断的这个吧，对，这个他一打就出事了，哦，这不行，嗯，对，接着他一打就出事了，嗯，白棋要防下下防止，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先送一下，哦，先送一下，我们来看啊，只能这样，哦，这样，这再冲动他接住这就没事了。哎，不对，不是，别冲他可以团这个，就是他打的时候，打的时候可以粘上，对，在冲的时候他打这个，就没事儿。嗯。这顺序太重要了。对，顺序多打一下很重要。打一下，然后。嗯，其实是冲了这个是吧？嗯，刚才是，对，结束，再打这个，再长，因为预想应该是下成这样。白棋要硬，下面不硬的话，这一冲就出棋了，那就白棋应该接住。二十，这边还是没有棋是吧？没有棋的话，还是挺大的。非常大的一个角呀。哎，如果是这样，还是没有棋是吧？见这个。再一点，这会应该是有点棋啊。二十，那他接出去了，嗯，单等吧。嗯，啊、哦，这就活了。对，这应该是有点棋吧。十，成了。拖了长了反而好像没有气了，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点气，行，还是接来着，嗯，我觉得有气，那要是有气的话就不一定了是吧，目数还是有点悬念，对，这个里面你发现没有，其实黑棋冲到这个团的时候，他这个变成了先手，嗯，本来他只有长一个先手，现在变成这样一个先手、哦、就不太一样了，应该没有办法吧，白棋还有什么办法保证不出棋吗，点这个我不敢想，不太可能，太复杂了，这个我觉得有棋了，嗯，但是一时不会先走、这个、对，一时他可能还来不及，我们来看现在，哦，他走了这个十，是应该这么下的我觉得，嗯，或者就跟我们刚才
意想是一样，因为现在白棋打的时候不能接住这个地方，接住他走的话真的有可能要有死棋的危险。嗯，这地方现在粘不回去了，粘不回去，白棋这多了几颗子。嗯，那么白棋这样是最安全的下法，三眼两座，三眼两座。嗯，那黑棋呢就这边可以确保一只眼。黑棋挡上，挡住了，挡了吗？挡了。晚上白棋可能，白棋可以先走这边，好像，就比如白棋拐一手，白棋看起来是像直接把那个木树给，但是拐一个也是同样的，拐一个再进的话，他先走活了。这个地方好像得补一手啊。有什么漏吗？这地方拖底，拖的时候如果白棋就拉呢，一样的，就尖的时候也尖的时候挡着，这肯定这个也行啊，尖在里面。你这但是它这有一个一路打，不用一路打，它倒回也是活棋。哦，那这样这个也是活棋。嗯，总是要，我觉得有点气。哦，他打的时候再拐这个。这个可能他这棋就来不及了，没有他藏着。藏了，这也能活吗？嗯，这个刚才我们摆了一下，好像没有看出来。我知道，就现在黑棋得赶紧出棋了。嗯，他因为他现在如果硬的话，白棋是先手，那他把这一补应该不够了。嗯，而且白棋是这样补的是吧？对啊，这补的也带着木数的。嗯，但是黑棋不拖拖，难道这样也可以活吗？嗯，我知道现在不行了，现在应该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就算活了的话，白棋可以搬这个，这就很麻烦啊。就黑棋没有眼，对，搬这个你得硬的，不硬的话它是有木数，它把这个走完，这边你要想活是可以，你得靠这个，靠这把它这个地先手是不是就不一样？这是一环扣一环的，对，它这里点了一耙，这边挡一个成后手。嗯，不行，那他就之前就应该动手了，来不及是吗？不来得及估计也不行，这被丝瓜太惨了也可能也不行。嗯，这样黑棋是有活棋的机会吗？这样刚才我们摆过了，是死刑是吗？白棋还先尖一个，哇，下得那么狠啊。先尖他只能补活了，这太惨了，因为这一般就死得很干净，再尖怎么出不了棋，我觉得。这个怎么办呢？走什么都没尖这个，好像找不出。找不到办法。嗯，怎么活？如果活不了，那这就损进去了，对吧？不能活吗？我是不是走？应该走。这是跳。二十一，是不是？如果黑棋不活的话，这就又损进去了。但是那时候可能也不在这里。对，不，这个胜负应该不在这里。嗯。他没有走了吗？黑棋我看是走到这里。二十一，二三
这今晚怎么活不了吗？白棋，说这个。但是我感觉啊，就是活了可能估计都不一定行了。现在，因为这方损失还是挺大的。嗯。然后这边只有两目活呀。从逻辑上讲，黑棋刚刺这个，白棋补了这个。二十一。是。哦。什么意思？这个可能就是看得清楚吧。想要清楚一些。免得自己看不清楚，嗯。白棋也没有生命之忧。对，因为你断一个，他就提这个。就是，嗯，但黑棋这样的话可以把这弯出来，就是会得到一点收获，但是这个收复不在这儿，不在这儿了。对，因为你这个损了嘛，他可以牵手提一下，他也受不了。当然白棋这个是一个胜利宣言的一个什么味道。如果白棋不走，我也不知道黑棋该怎么活。嗯，有没有这种跳一跳什么的手段呢？跳哪个？跳这个，跳这先这个都没有戏、啊。跳这先走这的，然后先爬一下，有可能还是真的是有棋的。受到你的启发了，跑。嗯，有道理。这样的话他就活了，嗯。这样是活棋。原来活棋，活棋，嗯，活棋还是感觉上是。这脚步那个那么大的空间，好像还是有点棋的啊。只不过可能现在活不行啊，他这个没吃回来，他就简单就把这冲让你活了，他一搬，还带空也不够了，这也好多怒了。这是让黑棋都走到了，黑棋实战是尖到这儿的时候，白棋补了这个。对对对，你取战还是看得清楚。嗯，而且我们看一下实战，他断完他提，然后他弯这个，白棋最后一手是提这个，然后这时候黑棋应该是认输，好像认输了。嗯，两人开始复盘了。对，开始复盘。刚才你看见他暗中就是孟泰林暗中的手势，嗯，对，这样肯定是不够了，但是。刚才好像活了，这个脚好像也不太行了，嗯，因为这损失还是很大的。就是对于我们业余棋手来说，经常觉得这个脚活了，嗯，这一里一外的差距会非常大。但是像这种观子的目数，我们判断的没有那么准确。是是，我现在是明白白棋刚才为什么没有搬完跳这个了，跳这个长安飞还是有棋的。哦，对对对。还是有杨毅，还是很厉害，教了我一手。他这个，因为我想白棋走这儿嘛，黑棋会不会有可能？对，他可以爬这个，嗯。嗯。哎，爬这个，爬这个，爬这个，哎我。黑棋可以弯这个，会可能够。可以这么活啊，太火了，可以弯这个活啊，走这个再接这个活啊，嗯，这好妙 啊好妙啊，嗯，但是也不太行，这活着就那，对，因为这盘结束了，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再给大家复盘，好。嗯，欢迎回来。
那我们再从头给大家回顾一下这盘棋。回顾一下那个这些胜负数，给大家再稍微的详细的讲解一下。嗯，好，这盘棋黑蒙太林，邢小木，徐家阳是二段幸运。对对对，挂这个。嗯，好，这个飞呢是 AI 那个还曾经强调过的一个印法。嗯，就是我们以前这些都喜欢上尖。嗯，这是秀色流，这是比较坚实一点，这个也可以。这边硬的意思呢，就是不走的话，黑棋白棋被压，这边很难受，对，藏起来。像这个局部呢，是 AI 是认为这样的话就会被白棋先手便宜。嗯。当然还有一种硬法是尖的，那是根据场合的不同啊，这现在肯定是不好的，是尖来跳也是有的。嗯。就是大家记住，反正在这个局部呢，就是正常的话，这飞是比较最常见的一个硬法吧。嗯，然后接下来白棋他没走这个，没走这个，直接选择了尖顶。我相信啊，这步棋呢，应该是许家阳，其实他是有一定的研究吧，我觉得有一定研究的。对，在这个局部呢，就是尖顶完呢，其实你要。要求黑棋在这边下子，嗯，如果说黑棋不下子呢，将来他就打不进来。嗯，后续手段他是想好的。对对对对对。嗯，当然在这个棋这个对黑棋来说，他显然不可能硬了。嗯嗯，那么呢，就是眼见的呢，一边就直接就逼住，要么呢就要不就逼夹击这边，这是我们这个比较常见的一种思路哈。当然了，那个孟太林呢，可能下的比较。积极一些，嗯，野先生就棋风就是很积极的，嗯，是，嗯，然后走这里，嗯，已经是已经不是追求胜负的阶段了，对对对，他已经是下的自己开心啊就好啊，开心就好是吧？是，已经是这种感觉了，追求棋道是吧？嗯，是，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别看那个挂角走完，比如说然后反夹这个。这几步棋加上后来黑棋的走这里，白棋跳，这啊白棋逼着，我觉得这几步棋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在我看来啊，就是虽然后面从右下角开始，然后就这边发生了很多比较有趣的战斗吧，但是呢，在我眼里面，我觉得这几手才是真正特别有内涵的东西。你要让我怎么细说，其实我真的也不好说，只是说双方呢就是不愿意就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简单说就是要打破对方的意图。嗯啊，就是所谓咱们之前下围棋嘛，就是在布局阶段，在 AI 还没出来之前，不是有很多布局的套路嘛，就是迷你中国流啊等等，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套路。然后就是作为这个对方来说，就是一定要打破你想要下山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这几步棋都是体现了这些很精髓。嗯，这步棋本来就很大，但是走这边呢，可能担心直接加，然后呢，黑棋先交换了一手，我们就简单的分析一下啊，然后再来走这边。其实呢，黑棋呢就觉得是你应该是不会走这个，走这个将来留这个。所以你要走到别的地方呢，比如说要走这里，将来走这，将来呢他这边，有子的话，他说不定还能攻击到这个子。嗯，如果是没有交换的话，他可能直接过来什么样的，那就效果就不一样了。单纯的他被夹击。啊，对对对对，再来的话他就不一定会接你，他回现在这边也说不定。嗯，所以这边是有他的想法。我们现在是抛弃 AI 啊，只看到。嗯。然后呢，走完后白棋呢也没有在这里走子，直接夹在这里。深入进去。对，因为这边要直接攻击你，不可能走在这里。走这里他居然跳出来，那么这步棋反而亏了。嗯，那没有在这方肯定是没有好点下，他又不愿意在这边守，索性的守在这里。那么呢，就一看就像我们刚开始介绍的那样，一边威胁到这两个子，一边呢他眼看这边有先手的意味。嗯嗯，这样呢就确保你像这些点啊点三三啊这些手段呢，你就得小心一点了，不能随便使用啊。好，这是黑棋看呢，他也不好下呀，然后就先把这走，既然你不走，那我来走。接下来白棋这步跳二也又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步。嗯，这像
我们之前所感觉的那样。我觉得白棋这地方就是一定要就是想争先手的一个意图，嗯，就黑棋这个眼见的跳完就是要飞到这个，那么呢在全局下完这个局部来说，下完白棋的一眼见最想争的点就是这步点，嗯，这个地方不准的话，黑棋首先夹击过来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第二呢白棋走完以后呢，你看间接的又援助了这边，还威胁了这两个子，嗯，就是一子多用啊，哦，啊，所以说他特别想抢这个点的情况下，他这边选择了一个高塞，这是白棋很有意思，嗯，但是作为黑棋来说，现在黑棋还是还是比较堂堂正正的，我觉得，嗯嗯，这围棋是双方手谈，对对对对对，用手来交流，对对对对，这每一步棋放在棋盘上都能感觉到双方的心理活动，对对对对对，非常的清楚。这我们只是在推理，推理双方在这下棋，嗯，而尤其在下快棋的时候，就需要在短时间内啊做出这种决定，嗯，所以说还是非常的，我觉得这非常的有内涵，也非常的有趣。好，接下来呢，白棋黑棋这步棋。是加在这里，嗯，从事后看啊，加这里被白棋飞呢，好像被白棋借劲儿，嗯，我建议是不是远一点？远一点，远一点，不知道这个效果。白棋现在不能尖，他要拖了虎的话，黑棋肯定毫不犹豫就打上去了，嗯，加远一点，可能白棋接下来怎么办？可能还得再想一想，因为他现在再这么出来的话，跟后面实战就完全不同，对，嗯。实战白棋这一飞了跳，对，这确实，这两步棋虽然很普通，但是呢，当他一跳呢，马上就产生了两个好点，嗯，这下黑棋好像有点无法兼顾的感觉，这被白棋好像正好是借着黑棋的劲儿走到了那个很理想的一个位置，是，我看在这时候，孟太林。就是用了一些时间，想了一会儿，选择了还是藏这个白棋，然后马上加，这应该是他藏的时候就想好了，但是对，从这个事后来看呢，就贴这个，对，从这个结果来看，它并不太好，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如果就算走这个被白棋是一顶，接下来还有一个点的手段，嗯，这个黑棋还是很难受的。你要再搬粘什么的就落后手了，嗯，所以他实战顶这个是，但是就是这样，实战同样他也落了后手，嗯，黑棋这几步棋，嗯，对对对，没有走到目、嗯，被白棋加强这边掏了一个角，嗯，这时候被白棋争到了这个跳，我觉得这个时候白棋从进程上来说，黑棋眼见的应该已经有点落后了，嗯，因为这个局部来说，黑棋你看从加一冲三四这四手棋啊，几乎没有走到目，嗯，对吧？跟白棋外面交换和里面交换，对，他所得呢只是说这两边就是联络了，他有一定的后味，但是呢从那个效果上来看呢，就是确实是过于缓了一点，等于说这个局部过后，黑棋的形势明显已经应该是有点不太好，对，不太好了，嗯。现在因为它是两颗子，如果要气又大，不气呢，嗯，跑起来又累，嗯，所以说这确实就形成就比较困难了。现在，嗯，是白棋好像每步棋的位置都走的都挺好的，嗯。后来他实战飞了一手，嗯，孟太林应该这时候想着要气子，但是呢，这个徐家阳没有给机会，嗯，这时候他也没办法了。这步尖是局部的一步好棋，嗯，先交换，先吃了一手，嗯，这步尖是局部的好手，就是比单纯的搬可能效果要好一些，嗯，跳出来基本连回了哈，对，现在白棋是不可能，白棋但是白棋简单一冲，嗯，黑棋弱点又出来了，黑棋还是很麻烦，因为挡不住，这地方只要挡不住，这已经被白棋冲出去，这个受损是眼见的，嗯，幸好呢，就是这时候如果黑棋还没有什么，如果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啊，就自己再跑，就被白棋说，白棋你看形状到处都很好，是啊，那就会很目数也不少啊，对，就会非常的被动，嗯，所以这时候孟太林，短时间内，尤其我对孟太林这步顶啊，虽然最后结果孟太林后面大家都知道，也后面是二连胜被
被那个阻止了哈，二连胜后就停止了。但是呢，他这部顶确实，我觉得一般人真的很难想到。嗯，这我相信啊，就是这个除了 AI 啊，人类其实要想到这部顶啊，真的是还是比较难的，比较困难吧。就是没有这种没有这样的思路，因为跟这个交换好像第一眼看上去没有什么效果，然后呢，那么肯定是亏了。嗯，而且是撞在人家的后壁上直接去顶一手，这个就确实很难有这样的思路。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就蒙台林这个还是挺有，还是很有才能的，想法的。嗯，对，很有才能这部棋。一般，至少他就是从这几步棋来说，比之前稍微困境了，那个稍微好了一点，稍微有点好转，因为毕竟把白棋给拖出来了。啊，这时候他现在确实面临一个选择，咱们实战他也知道，他是要强调的还是后面这个飞。所以呢，他是先搬了一手。如果虎的话，白棋可能会选择直接提，打干净，然后对他，但是黑棋这样的话有眼型，就各有利弊，但是少了这边的利用，我们还是看他实战，先立一下很有必要，切出。这个冲出来，冲这个，堵回，然后再接住。下到这里呢，就是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下到这里白棋呢，整个呢就是从这冲出去，这边黑棋这边损失很大。这个角呢，其实呢白棋的经过威胁的这两个子呢，其实他已经是走实在了，已经还获得了一些目数。白棋唯一的呢就是这边的目数受了点损，然后呢中间呢没活干净。但是黑棋的损失就更大了，这边一块攻击，这边受损很大。这是相对来说走成现在呢，白棋依然是保持着形势的领先，是毋庸置疑了。黑棋飞这边。好，这时候黑棋先去打八。这时候可能确实也是这个，当然了黑棋可以不着急去下这步棋，只不过在黑棋难受的时候，我觉得啊，他因为在不知道该在这边该怎么下着，因为如果你要简单的挡上呢，那将来是明显是留一扳啊，那白棋可能就尖顶一下什么的。我走这个呢，这个因为黑白棋这边有先手，还是有冲断的余味，这味道特别坏。所以我觉得这孟泰林应该是在搞不清该怎么办的时候，先利用时间，觉得这个是先手走一下，然后让白金的时候再根据这个时间再看看这边怎么下。应该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但是这时候呢，许家阳就强烈的就进行了反击。和黑棋是在这时候飞的，这时候飞的。然后长这个，因为这走什么黑棋这段，那么这边被纠缠起来后，这边黑棋就很危险了。对，黑棋要惦记着那边。对，因为这白棋这边这个弱点太大了，黑棋这边白棋只要加强，比如说你要走这个，它是还甚至还能搬跟你在纠缠，这边这多几颗子儿，那这边就快死了。这白棋黑棋是绝对不能正面作战的，选择了迂回。那么呢，这时候白棋接着冲，像我们说的，只要你搬它一段。这纠缠起来这边就很危险。这黑棋是应该是不敢的。就是像孟泰林力量这么大，他也害怕呀。对，这时候白棋这时候看起来他这边就当先手便宜了。因为呢黑棋当时没有走这边是先打吧，毕竟还要试上你的脚。假如白棋这边没有特别好的下一手啊，那么呢这个脚活脚呢还是一个比较怎么比较现实的一个选择了。挡上，看比较现实的一个选择。好，这时候孟泰林这时候是选择了断这步棋。我不知道，就是或者先靠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在这边先，如果你搬这是断的铺垫几手。对，这咋管呢？这个这不行，就跟着你硬了。跟实战没有这个交换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现在打这个的时候，他这尖应该是就不能成立了嘛，这个挖。挖再这一打就没有别的手段，你打个起架了，这样的话，这个就因为有这两个交换，对，就起作用了。这个时候先靠一手，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包括后面黑棋断的时候啊，白棋这时候先拐了一手，因为白棋要是直接这么来，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啊，白棋要真这么来，黑如果就按照他实战呢，他可能还觉得讨厌被黑棋先手贴一下，贴一下是先手，这个大呀，这个被先手贴一下的话，黑棋这边就厚好多，他能拐着一下，还是便宜的。对对对，这边好像你看后面这一飞，这种黑棋的漏洞一下就显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地方翁台铃的选择是有失误的，就是如果说假如咱们说开始这几步棋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个下的不那个效率不是那么高，对吧？导致形势落后，但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应该会有危机意识吧，应该会下的要积极一点，我觉得。就所以说我们推荐这不管是什么时候靠啊，就是包括他拐的时候是不是黑棋现在在靠，都是一种选择。我觉得黑棋应该下的积极一点，实战下的太软弱了。对对 对, 对，顺着白棋的意图去走，这时候黑棋靠真的不知道白棋应该要下哪里，挺复杂的，因为白棋随时防着黑棋要搬这边。你如果这边没有打的话，白棋怎么去收拾这个，他可能是不是还得就得去做活去了。那恐怕就是会形成另外一盘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黑棋现在就普通下，因为是形势不利啊，这是应该下的积极一点，或者先靠，或者这是白棋拐的时候再靠，反正都可以考虑吧。实战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下的都过于简单了一点。就如白棋的意图。对对对，不过我感觉啊，可能孟台铃这不没想到人家要打这个。我感觉他应该觉得白棋应该下不出手。所以说才这么选择。就是从正常的这个职业棋手的眼里面，觉得这样，你去为了这个挖回去，然后被我外面提一颗这个棋，还怎么玩？我觉得是一个这么一个概念哈。就这样的话，不觉得又不好补，那不是亏了吗？白棋被黑棋下这么厚，所以他可能没有想到白棋会进行这样的选择。那实际白棋这样的选择是否亏了呢，刘老师？不，我觉得白棋这个选择还是比较简明的，比较简明稳妥的。对对对，这样的话就很清楚了。只不过但是后面从实战结果看，白棋这尖可能会稍稍的有点问题，因为咱们这个这样是有棋的，一会儿在最后时间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局部的死活，哎，还挺有意思的。我也没补牢，没补清楚，对。对，你如果既然这边没有补清楚的话，索性你不好补嘛，索性是不是把这个要点给占了？这个还是很大的，这个走完后自己全部走畅，然后压出这边，将来这个进去以后，你看还能断它。这个是一个要点，这边黑棋最多可能就把这个子分断了，然后黑棋白棋再慢慢下，因为现在黑棋看似很厚啊，就提了一个子，但是说实话这个目数上黑棋还是落后很多的。你要隔断这个子呢，那角肯定就没了。黑棋将来这边还要在冲击黑棋的时候，黑棋还是有该薄的还是薄。虽然这个棋没有补好，对，这要补住了也好，也对对好。它问题是没补住，这个我们看后面还是有棋的。这时候是，这时候可能应该下，对，下的积极一点，我觉得至少要下在这种地方吧。如果这个地方看不清的话，他肯定像这种点啊，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眼见，没有敢下，肯定是有担心的地方。一定，我觉得可能就是担心，就白棋这个搭就不好办了。就是搬哪边断哪边，然后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走。但就算如此的话，起码也要下在这里。如果你要走这边，他正好跳进来，就是要威胁性要大一点。这个有点太温柔了。
他在家里面是这么温柔吗？棋手嘛，性格其实都是很那个很慢的，嗯，很腼腆。可能在棋盘上比较凶的人，反而生活中会比较弱一些的那种。啊，这个一看家庭地位就已经很清楚了，问题是吧？好，我们现在回到这白棋这一贴。黑棋就围这边，围一围，围一围，对。黑棋尖冲，好，这时候呢，白棋抓住时间飞这个，嗯，啊，黑棋因为这个你走别的话，比如它是马上一断，就出事了，嗯，就是这块太大了，这不光是实地的问题，这边都没棋了，哦，走完后它可以走别的，可能的，所以它先走这边，但是黑棋这个说真的，就是为了要这个飞被白棋跳之后，后面被走得这么惨，那么呢这步棋反而还亏了，我觉得。嗯。藏这个，哦，这个太惨了。对，还得接着补回来。嗯。感觉顾此失彼了。顾此失彼，对，像这个，哇，这个白棋就比较好掉了。这棋是先煎这个、嗯，接住是吧？对，嗯，煎这个，对，对，我们刚才说这边白棋是有眼形的，所以黑棋也看见了，这是没办法的，先把这个角补了。接出来，他搬这个，这是黑棋的先手，搬一下，对。再补回来，嗯，黑棋这时候飞住，必须要把这围上，冲一下。好，白棋这时候下的对，搬了藏这个，嗯，这白棋其实啊，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目的其实很明显，他就想现在藏完后，你这个藏不就变成后手了吗？嗯，就可以挡这里，再冲他打先手了。刚才是不能走的，他一冲是叫着的。哦，嗯，这是不一样的哈，嗯，这有问题的，所以他藏见了是先手，但藏完后你再藏就变成后手了。所以这孟太林下的也很巧妙，这时候呢先靠断，这是抓住这个白棋的优势心理啊。既然白棋现在确实也不敢乱动，这地方下的还不错，但是从这个，嗯，这个。持续的下得很好，哎，这先冲这个是吧？嗯，然后挡、这个、住那个，这时候现在可能啊，直接做活恐怕也不太行，直接做活的话，他可以把这个尖，这边大龙很危险。哦。大龙很危险，所以他就先挡这个，没有，他拐的这个，嗯。让黑棋动手了。黑棋动手，嗯。这黑棋是他们当局者已经看清了这个。哎，其实现在已经看出来了，这跟别的没关系。嗯。这个白黑棋这时候呢，对，白棋立，嗯，就已经确保活棋还能过了。好，然后我们来看看，如果说他现在走这个活角是个什么状况？走别的也是活棋，对吧？嗯。对，就接这个，不能接上这一档，就是对，就死干净了。这不够。对，就黑棋这一趴。那么呢，白棋现在有两个选择。三个，要么团这个，要么搬这个，要么冲这个。我来冲这个的话，黑棋可以挤这个。哦。白棋接住，嗯，可以倒。嗯。嗯。啊，这是，但是白棋可以一路搬一下。对，黑棋是两目活，这样的话，三四。这黑棋白棋还是有三十目，加上这一点，其实说黑棋就算活出来了，因为这边损失这三个子加上这四个子。
其实他没有获得多少便宜。嗯，可能虽然咱们就是在不影响胜负的情况下，我们来看看这脚里的死活啊。嗯，这还是非常的有意思。就是黑棋爬，那么刚才我们介绍了白棋冲的一个变化，那团上呢，黑棋就直接接，那就对，那么就黑棋简单的走，那么这样就活干净了，这个立四。那么还有第二种下法呢，就是搬，这时候搬就很讲究技术了，黑棋先断一手。黑棋爬回，如果这时候黑棋要打这个，那么呢被白棋挡啊，恐怕就没法活了，没活出来，对，这样就活不出来了。 这样提先手也没有用啊，这还是做不出眼。嗯，所以呢他不能打呢，爬一下好像也不能爬一下，哎，不对，还是死的嘛，我怎么活呢？刚才我看错了，你挡上了，好像也没法活。哦，这个再冲就死了。对不起，还是可能看错了。冲一个死了。哎，好像还是没法活嘛。没法活吗？对啊，这样。拿一手做这个玩这个，再搬一手一点，这个怎么活呢？似乎也活不了，挡上他一接住好像还是死了，没有看出来怎么活。哎，不对，他得先不能先搬，先点这个，点这个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打这个，我说里面好妙啊！你现在打这话，他一打就活了。那就只能搬这个。还是不活。我好像没看出来怎么活，活不了吧？冲完提完他一接住，好像还是死了。其他组别的。爬完再弯这个，搬，也是活不出来。那看来我们刚才还是竟然看错了。那这如果活不出来的话，那就更，对，更不行了，更不行了。就算活出来，好像刚才也不太，因为它损失的不大，除了这步棋，好像没有别的办法了。活不出来，好像是。好，那就这个时候可以回去问问孟太林，回家问一下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们能看清吗？在那么读秒的紧张，是也很难，其实。对，确实很难。不过从那个，反正从实战来看呢，因为孟太林是没有走嘛。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活不了。但许家阳最后还补了一手。这个可能也胜利宣言。对，也胜利宣言了。后来呢，咱们实战最后看一下，白尖的时候会去尖这个。对，白棋。这个白棋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就啊，黑棋断，那白棋这一提。因为这个地方你跑的时候被他先手一提也很，这时候就孟太林就认输了。所以不是白棋提的这次。对，最后一手棋白棋一提，那么本身呢黑棋这个实地上已经是不够了。那么就是孟太林呢就是止步了二连胜。那么呢如果想要出线的话啊，就是在孟太林在 B 组想要出线，只能寄希望许家阳一胜到底。对，一胜到底的话就是后面所有人都淘汰了，许家阳就出线，那么呢二连胜的孟太林也能出线是吧。然后就只能祝许家阳后面的几盘棋也继续下好。
其实比赛结果怎么样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能看到很多在棋盘上透出来双方心理战这些精彩的东西，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对，那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观众朋友们再见。